现在我们在西门町吃很多的东西。飞翔在哪里？北上人拜堂。你好，我们现在在 BBQ 的地方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墨西哥菜。哦啊、你可以，你可以找。糟糕。不是糟糕，我教你们这么做。先，你找一个青菜。仔，你叫这是什么？金针菇。金针菇。这是什么兄弟？金针菇。这个是香菇。你可以放白饭肉金针菇，还是你放一个包。包。如果你饱了，你可以说谢谢，谢谢。你可以 dip 蘸酱，糟糕，没问题，那你可以吃。飞翔，这个是什么？什么酱？如果你有火，你可以做 marshmallow 棉花糖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很好吃。什么说 dessert？就是这个点是棉花糖，棉花糖，我觉得甜甜的，很好吃，很好做。如果你放这个甜点很紧的火，你会不好的甜点。前一个小时我们吃饭吃得很快，可是现在你们吃越来越慢，你吃饱了吗？每天吃饱了，每天，可是每天吃很多，是因为台湾菜好吃极了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地瓜是吗？ That's a place。美国家常菜是什么？汉堡。还有大汉堡。还有呢？还有不好的身体吃。林安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芒果奶茶很好吃，好吃极了。现在我们在鼎泰丰吃晚饭，这个地方是台湾很有名的饺子饭馆。不但台湾人喜欢鼎泰丰，而且外国人也喜欢鼎泰丰的饺子。所以很多人告诉我们来台湾以后应该去鼎泰丰。我们吃了那个菜，我觉得鼎泰丰的小笼包好吃极了。炸鸡炒饭也很有名。我们也吃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甜点，是红豆小笼包，还有芋头小笼包。非常很喜欢吃那个甜点。我平常不喜欢吃红豆，可是我也觉得这个很好吃。